接下来请收看早课。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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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Namah Shivaya.
为大力格萨利瓦迪拉波利西达格那波那那那波利丘德曼达那摩鲁吉索那耶索利波利波利丘诃丘诃利陀罗尼帝尼阿那帝尼尼尼帝摩诃揭帝真帝揭帝萨婆诃那摩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那帝耶那耶利达瓦比阿弥利达悉檀玛比
啊。
世释迦如来，释迦如来，释迦如来。
Oh.
Yeah.
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要弘法利生，弘扬正法，利益众生。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而不断的在运转，透过各种的管道，包括卫星、电脑，不断的在推动保护生命、弘扬佛法的工作。所以希望各位
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不断的来护持，不断的来推动佛法。感恩各位，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成就一切诸善法，弘扬佛陀般若智。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防疫期间，除了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少用手碰眼口鼻外，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二、进出医疗院所；三、去人潮拥挤的地方；四、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另外，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应全程戴口罩，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也提醒您，当有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也请戴上医用口罩，紧速就医。防疫期间，正确佩戴口罩，并注意戴口罩时手部卫生，少碰眼口鼻，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